好，那败家族新年赛败家族决赛，露西娜和卡兹亚米西玛。然后 Inx 使用是卡兹亚米西玛，但是他的下毒的电风连招没成功。这个卡兹亚是非常需要电风的连招，这个是非常的加油。孔维，对，现在 Lapid 是必须得要有一定的距离来打，如果一般挨打的话估计会输的。好，先分享票的韩币，然后哦，差点，这个阻止回墙没成功。这个是要准备的吗 ？X， 但是有点起先反滚太多了，反滚动作太慢了。然后现在拉比德，但是一巴的话弄回来。啊！现在，哦，拉比德是快点自杀。对，空前 ，OK。现在97的话，其实一般来说击杀比较简单一点，但是 Rapid 是阻止回墙，现在非常发挥很好啊啊哦，就二直没成功，十连，哇！但是太重了，一般还是挺好。现在有一个红色状态，一个成功就拜拜了。但是 Lapid 非常好的保持距离，所以就是其实 Inx 来说比较麻烦一点接近。啊，他这个是已经使用了好几遍没了。哇，山壁和空前下提 AA。杜里亚没成功，红闪，可以，现在有十点了，但是十点可以直接抓住，跟铁拳游戏一样，它叫十点攻击，但其实它不是尖点，这个是铁拳也是一样。好，现在 Lapid 来说还有一次阻止回墙就 OK 的，然后 Inks 来说有点啊，这个没办法，哎呀来了，但是从别的角度说他已经不能用非常强的下臂攻击，然后哦，我虽然不是尖连，但是这是红红没成功，然后现在卡兹亚米西玛有点恐怖起来了。卡兹亚米西玛，哦，好，拜拜，好，1-0，哎 ，Rapid， 好，现在1-0，然后哦 ，Inx 使用是龙 ，OK， 他喜欢格斗卷丝的感觉啊。好，打这么个神盾，但是龙的话，我看看他的回抢形式。如果他不知道他的那个回抢啊，我说了，对，他是跟露西娜打的话，一定要学好下臂的回抢方式，要不然真的不能中枪回抢。空前 ，Sharknet， 打这么个神盾。打死马基，不行，这个是有点啊，能不能回来吗？那其实韩币的话可以取续做，对，对，因此现在有找一找一个击杀的机会，但是看来拉比特的处理非常漂亮，然后啊。那第二人，但是修理干啊，漂亮的自己回抢，然后啊
打字吧，小哥哥 ，no！ 哎，现在刚才是 Lapis 是没必要回，没必要离开。然后现在有一个 Inks 有一个机会 ，Hadouken！ 哈喽，好，打字吧，先。那那那，好，恭喜 Lapis 2-0。